你让人撞了，他让人撞了，那怎么还你毛病？你这不莫名其妙的事吗？人保险公司怎么能知道你出事故了，就给你打钱了？你是不是跑了吧？你是不是出那个事故跑了？咱这有个客户今天遇这个事儿、哦、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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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女，他车被人撞了，然后现在过程他肇事逃逸，你先跟他说说什么情况。你让人撞了，他让人撞了，那怎么还你头上？你说说什么情况。我今天早上那个交警给我打电话、啊、说让我今天下午两点去交警队、啊、说那个我昨天肇事逃逸了，昨天我在我妈妈家吃完饭，我这不是开车那边往回走嘛，直着走，从旁边扑通过来个车就把我给撞了，我就慌了，我就问我说你看哥子怎么办呢？这他说你看，哎呀，咱俩都挺着急的是吧？哎，那个你车上有没有那个行车记录仪啊？我说没有啊。啊，那这都小事儿，好办，咱们就走那个什么快速理赔啊，你就该修车修车，然后你修完车之后吧，这个钱我就打给你了，然后就互相留了电话，他就让我走了，对，走了，完了你就走了？对呀、啊，我就走了，我心想没多大事。完了你今天早上他就来这儿修车来了，来这儿修车。完了，刚才接到交警的电话。对，他刚才接了个电话。那意思就是对方报警了，肯定是报警。现在说你逃逸。对，我这弄个什么事儿啊？你说本来是他的事，他撞了我，然后现在说是逃逸，你说这是个什么事啊？在现场应该是什么也没拍，什么也没留。我寻思挺简单，主要是都着急，那么晚了回家，那么你第二天还上班不是啊？车在哪了？车在外面。我看撞后边，撞叶子板。那么你就看这个状态行了，他都开始上腻子了，旁边出来就给我怼上了，他的状态应该就是他的全责。看视频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分享点赞留言，顺手加个会员啊，想进一步支持我们的朋友可以扫取旁边的二维码，输入一个你心中理想的数字，点击下确认键会有更多惊喜啊，我就出来冒个泡，爱你们，么么哒，精彩马上继续。看你开车开多长时间了？也没开太长时间，好歹看你这基本的常识都没有啊。对，应该报警。第一个没报警，第二个你没跟保险公司说，你啥都没干，谁给你打钱？你自己来修车，你这不莫名其妙的事吗？人保险公司怎么能知道你出事故了就给你打钱了？他说走什么快速理赔，我现在就快呗。快速理赔他也得有流程，双方取证了，完了统一去相关的部门去处理去。那交警现在怎么说？交警说他有证据，说有我上车逃逸那一段视频，在其他路口上也发现了我这个车了，我走的这个痕迹。时间点那人当时就肯定看出来，他就啥也不懂，要不然人问你有没有行车记录仪，你下车说那句话说的就不对，言外之意你这不是告诉人家你啥也不懂吗？你不知道怎么弄吗？我也没遇到过这样事儿啊。人家可能也知道那一段，对，也没有监控，可能那段比你熟。那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吧，严格上来说，人交警处理的没有任何问题，因为交警人只能讲究证据。我就说句实话，我从情理上来说，我愿意相信你说的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如果讲清楚来说，你现在跟我说的，我怎么认定你说的就是事实呢？如果对方那个人现在过来跟我说，他肯定也说是你的不是呢。现场照片他也没拍。对啊。Hello。这样是，你说那还有没有道理可讲啊？主要是现在交警那边说让我俩协商，他让我给他5000块钱，你觉得可不可笑？是不是？现场没法鉴定到底是谁的责任了。那我哪知道是这么个事儿啊？但要是在本来他撞到我，现在他成你就行了行了，对方都不知道你是谁，是谁给你打钱，莫名其妙就把钱给你了吗？你这不是基本他不是留我电话了吗？修了车就等于把这个证据又破坏了，或者是你单方面你就认定这个事儿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正常的流程应该是什么呀？咱们出了交通事故了以后，首先先确定人有没有问题。人其实像你这种，你俩双方人都没问题，车是最大的问题。其实你不用慌，你实在不知道怎么办，就想着一个事儿，你就报警，然后交警来了，他会给你做责任认定，对吧？现场谁都别动，要不然你就拍照，然后你再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去备案。你这基本的流程，你脑子浆糊。交警可能首先他也会先以协商为主，而且对方现在不也提出来了，就是来协商嘛，对吧？我是觉得他可能想通过这个事儿要钱，对，要钱。你先给他打个电话，你就尽量去说昨天晚上还原发生的这些事儿，你知道吗？他如果能承认有这么个事儿，你做电话录音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是晓之以情，动之以理，你就装可怜嘛。你说不就是你跟我说的吗？让我走的，对吧？你这不是坑我吗？确实现场是那样的话，到时候你拿给交警听一听，然后咱看看怎么办，让交警在里面帮着协调，要不然人家现在工作也很难做。喂，小哥你好。我知道，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还报警了呢？哎，出这种事故你能不报警吗？我想跟你说一下，你失忆了吗？你说昨天怎么回事？你忘了吗？你好好说话，什么失忆了？你好好说话。不是，那你为什么那个骗交警呢？我出这个事故报警，我怎么算骗交警啊？不
不是你撞的我吗，小哥？什么是我碰撞的你啊？现在是你头一个问题。不是，我正常行驶，然后你撞的我，后来下车之后你跟我说，你问我车上有没有行车记录仪，后来说没事，这都是小事，咱快速理赔就行了。完，你不就让我走了吗？先不是说这个啊，就只能你过来协商，挣了5000块钱，咱俩去协商，是吧？要不然这个事儿就公事公办。做人不能这样做呀，哥。你撞了我，然后还让我给你再出5000块钱，你还跟人家说我肇事逃逸了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不懂这块你就欺负我呀？你说我一个女孩，对不对？再说大晚上的，咱俩都着急，那么你也不能这么坑我呀？你说咱俩无冤无仇的，是不是、啊、哥？我这容易就是了，是吧？你别举办，那谁容易啊？这是现在啊？那你也不能讹我呀，对不对？我什么不是讹你？我哪讹你了？对吧？那你撞车了，你赔钱，这不完事了？再说5000块钱，这事就咱俩就完事了。是你说没事让我走的，然后留电话快速理赔，然后你说直接保险公司把钱就打给我了，跟我联系了，你是不是你这样跟我说的呀？哎，你现在不用纠结这个，你现在就过来协商，然后咱们看该赔多少钱赔多少钱、啊、那你这不是颠倒是非黑白吗？你这叫上良心，你知道吗，哥？结果你就是上良心。你撞，你看你把我车撞成什么样了？你的车也没有我的车严重，你都说了各自修车，然后到处走保险，快速理赔。你这个车是在侧面，我这个车是正面的。我是重点比你正面中间，我看您车也没那么严重，你也没有我的车严重，对不对？我从侧面过来了，然后给你撞上了，我这边水箱换架子有问题，我大缸也有问题了，我一个大缸不便宜啊。我跟你说啊，你不用跟我说这么多，你是不是跑了吧？你是不是说溜了是不跑了？你说你跑没跑？我就问你啊，那不是你让我走了吗？你不用管这个，你是不是出来溜了之后你就走了？你是不是？你太不讲道理了吧？你是不是就走了？你是不是走了？这是不是事实吗？事实是不是就是这样？你是不是就觉得我什么也不懂？你就你不用管这些，你不用管懂与不懂，我也不懂。你说的那么多有用吗？你是不是走了？那你能不能处理吧？你能不能协商？能不能处理？你看看，那你要这样说的话，行，那就下午咱们交警队再协商吧，好吧？你那个录音那个你就存好了，你下午去给交警听一听。但是我们不知道人家会怎么认定这个事儿，或者是能不能当着用。他其实有点模棱两可啊，人家现在就咬着一点，你没处理你就跑了。最坏的结果就是，哪怕咱花钱去了事儿，那就花点钱当长这个教训了。但是千万别构成了那个逃逸啊！你但逃逸性质变了以后，这事儿你就不是钱的问题了。你要是不是什么都不明白，他也抓不着你这些漏洞。对吧？我只能说我同情你，但你现在就是说事实就是这样的吗？我也得打一个问号，对吧？说的真的是真的呀。所以我说我理解你，但是不知道啊，不知道这法律只讲究证据啊。对了，刚刚在电话里他不是说了吗？车头撞到我吗？这算不算证据？这个你可以下午跟交警说一说，我现在也不清楚到底能不能这样认定，你知道吗？而且也不知道对方会怎么说。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什么呢？这也是个基本常识，在所有交通事故当中的话，只要你一旦被定性为是肇事逃逸的话，就是你的全责，就跟酒驾一样，无论是谁撞了谁或者谁的过错，只要你喝酒了，你就有全责，你知道吗？你自己车什么保险你都不知道啊？你交了多少钱，买了什么险，你是不是心里都没数？撞的时候我就第一时间我就应该先对你，所以你以后就记住了，大家伙也记住了啊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交通事故，第一时间就报警，先别慌，车上人员没有事的话，基本车都有保险，所以问题不是很大。提醒你一下，你包括你，我也不知道你平时什么习惯啊，就我看你还穿着高跟鞋什么的，上班直接就开会。对呀，你这是开车高跟鞋也不能穿呐，这也是有规定的呀。对，这不都危险吗？你这什么都不明白，对吧？你不要老说别人都那样，别人都那样，你别人都那样不行啊。买个教训。一会儿那个我们记你个电话，你跟我说说最后结果怎么样了。去了以后就先心平气和的，交警他肯定会以先协调为主，这个状态的话人家可能心里也明白，即使证据不是，但是你讲完听完你的东西以后的话，包括刚才录音，人家可能大概心里也能明白个一二三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也会帮着你来做协调了。对，你尽量就跟人好好说一说吧。那怎么办？我觉得我能帮你的就是，一会儿不行咱跟那个小董打个招呼，你修车的钱我让他适当的看看能不能给你打打折，便宜一点。天哪，就你只能这样了，要不然别的办法我们也确实没有。好吧，还是好人多，我觉得像他这种。你自己得长长心，你知道吗？自己得长心。你这哎，我从来没想过他能这样倒有一盘，真的。逃逸你就有理变没理，那都没辙呀。这五个字足以让您有理变没理，没错，那就是一逃毁所有啊。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92条非常明确，发生交通事故的逃逸一方承担全部责任。看到了吧？也许我们只承担10%的责任，但是只要一逃，大概率100%，一逃毁所有，千万别冲动。